铃声可以说是响遍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它来源于泰雷加的一首古典吉他作品《大华尔兹》，是一首吉他世界名曲。它呢常被用作比赛的规定曲目，收录在许多的专辑里，同时在音乐会上有很好的演出效果。是一首非常适合学习的作品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。以上呢就是这期的视频啦。喂，我是北岩。记得一键三连啊。